无，咱嘛来翕一张就快乐的相片，好无？安尼，我就会当把我即摆的幸福记牢牢。就算咱两个无未来，我嘛会当证明讲我有过遮尔啊快乐的时间。安尼，我就满足。学长，多谢你，我今麦真正感觉足幸福。秋怡，那两个不在。拜托你，搁留一挂美好回忆好吗？等下冠廷若看到我提早回来，一定就欢喜。甲伊玩遐尼侪工，就无简单只好好。我根本都无心上课，只想要赶紧回来盖店做伙尔。等下我要伫个房间点香氛蜡烛，穿性感睡衣，甲阮老公那啉红酒，那情话绵绵。这相爷呀，有人客哦。欣荣，你哪会这么早就回来？啊，你哪在这？外口伊上个是你的哦。是啊，学长人无爽快，我替伊送一挂物件来。看到伊还袂食暗顿，我就想讲煮一挂食的。啊，佮看到恁厝内底有淡薄垃圾，所以就顺手摒扫一下。哎呦，扫帚先揢落来啦！哪有让你替阮摒房间的理由啦？啊，冠廷呢？你无看伊啦？我唔知啊，我有叫学长先去食饭啊。欣荣啊，你唔免跟我这么客气啦。顶届我破病，你阿母对我足好诶，这届算是我来报答您。对啦，啊，我菜有加煮呢。你嘛来吃，吃看卖我煮的菜敢有好吃？啊，来，这给我，这给我，来，去吃啊！我到底是伫咧创啥？我本来会当甲秋雨伫咧厝做这种代志，秋龙，秋雨要登东部吼，我有一挂代志要甲交代一下，无我先送伊落，啊顺便讲讲的，啊你红酒先开的，等我。哦，好啊，啊那你起来吼，红酒等于你吗？嗯。
想创啥？你要搞我吓惊？佳佳若看到这么惊悚的画面，一定会影响到伊心情。汉森，你是在想啥啦？哪会讲神讲神的？我是在想哦，那你头拄仔比赛毋是输啊？我知道你一定不服气，无要紧啊，我会当给你一个机会，咱去公园比赛。啊，搁要比哦？我受忝啊，我走袂停的。飞机行就对啊啦。啊，行啦。